最后一天他送了我一个。哇哇，我以为是因为我上大学也是拿这种皮包子嘛，我以为呀，他又送了一个一样的东西给我，小锁就是 Hermes， 这些东西都没有嘞，现在没有这个，没有了，没有了，绝版，绝版了，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这个，嗯，火柴啊，火柴，对，火柴盒，火柴盒，小书本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 Hermes 那个马尾巴折的？这是我马尾巴。马尾巴，马毛啊，就是马尾巴，马尾巴那个毛吗？那个毛折的，折起来做的皮，对，好美哦，这个多久了？对啊，这个已经有40年。哇！耶！欢迎光临今天的女人我最大，两位小朋友是不得了，你们真的，你们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为了你们。做了多少好事，今天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位国际巨星了。我个人相当的兴奋，不但可以看到他本人，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你知道从日本运过来的衣橱，他的收藏品。哇哦，因为他真的是从电视里走出来的，走出来的，完全这个不觉得这个一生会见到他本人。对，在我的画面里头，他永远都是在每一个每年的一个大型 C 位嘛节目里头才可以请出他来表演。哇，他每次出现都像凤凰一样，像孔雀一样的呆萌，超级巨星，真的不信你问顺化老师。大家好，对不对？是，形容一下各位。他因为小时候呢，我并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我应该是从家长开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放那个电唱机，就会有放唱片，然后呢起来就一定是他的歌。哇，对，然后我妈妈呢去那个委托行买衣服，我妈妈就会看着那个这位巨星的服装，然后头发去 say， 身高也差不多一样，然后就会这样子照着他的穿着跟打扮。但我今天就是看新衣有一点就觉得。就要用斜眼催他，我不觉得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国际巨星哎，可以你来的行头啊，还有你的保镖们，你把你自己当国际巨星吗？待会儿你哎，我真的发现哦，像你哦，长得就是这样子的人哦，你要低调真的很难。对对，是不是？TV 姐太过奖了，太过奖。你来形容自己的身材已经真的是没有一直没有变。我的偶像这位国际巨星，他的身材对皮肤保养的。好好，真的，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这一位了，哈哈，佩姐，我们两个同年的啊。可是讲到今天这位玉女呢，我觉得她是代表我们台湾的骄傲哦。台湾之光，在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人要到日本去的，几乎是不可能，当然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的。对，她可以代表我们台湾在日本非常红，真的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对啊，妹应该对她没什么感觉啊，妹有。你知道他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一年是我的14岁，哎哦，14岁，他的歌阿信的歌哦，对阿信，我后来去日本念书，然后你知道我的同学他们就说哦，他是我们日本国宝级的人物，哇，你知道被日本人称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对，那倒是。树林呢？树林今天是完全来看这位巨星的收藏品。对，金梅姐好懂，而且我想说，他今天有把他的版画带来吗？我好想看他的画，因为艺术家来着，艺术家多才多艺，一开始是歌手，后来是演员，然后现在画家，就像你讲，就是画家，斜杠，是的，了不起的国际巨星，让我们欢迎巫倩玉。帅吧，很帅啊！看到你本人真的是，怎么跟电视长得一模一样？对，真的变哦，都没有变，漂亮，气质好好，是，到底怎么保养的？开心，我猜对了，开心，还有用对保养品，用对了也吃对了东西，对不对？啊，吃的也是很重要，餐餐七分饱。好，你三分饱，七分饱，还有三分，该不会是喝酒？我不喝酒啊。
好奇也是重点，好奇是我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太好了，对任何事情，比如说啊，我不化妆，然后呢，我也不爱喝酒，我觉得先尝一下才知道，红酒开始。OK， 我其实我不是说我完全不喝的，我是。这边尝一下，这边尝一下，然后了解那个味道，品酒，所以我品味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就是才有品味嘛。从这一点，我们就好想赶快看他的收藏品，真的，他的衣橱，然后很多的作品哦。来，大家好好聊一聊。好的，我们来翻翻哦，字典来了哈，来科普一下。哇，是吴春雨姐姐，对，姐姐呢，她一开始出来呢就是一个演员，哦，15岁就开始演戏，15岁啊，11岁，11岁，就演出了美国跟日本合作的电影《大波浪》。哦，18岁的时候就在台湾演出了首部电影《小翠》。哦，是，小翠。然后我觉得最厉害就是21岁，对，就已经获得金马奖，对，哦，真假千金，好厉害。那当时那个。真假千金红遍了，那个时候一炮而红。1971年的话，台湾只有黑白电视吧？那要化妆吗？对，也要化妆，因为黑白是素颜吗？对，化妆那时候的化妆好像是比较黑一点的，比较黑，因为是黑白，观众对，因为是黑白，脸会变成。白，所以他们就涂的比较好。这个就是那个吗？真假千金。真假千金，那是电影，那是彩色的，所以哦，这时候就是彩色的。彩色的。倩玉的那个眉毛很浓，对，然后她的睫毛也很密，虽然根本就是一个那个搪瓷娃娃，素颜美女，所以跟我对于那摄影师来讲是很好，对啊，对，任何角度都好打，临死角哎，对，是完全是临死角。而且更厉害的是，23岁呢就获得第19届的亚太影展特别演技奖，哇！而且你要知道是连续那个2年了，就第一年他演电影，等于是第二部的经验，然后他根本并没有很生疏感就可以得奖，然后得奖就再接再厉，又得到一个海外的亚太，隔年马上得。对，季姐，你得就是以前演戏算是天分的，对不对？我没有想什么，就是导演好，从我里面的所有的东西给我拉出来了。那时候的导演廖导演，他的这个他会讲日语、英语，然后当然中文了，也会讲台湾话，所以他用把所有的语言来跟我沟通。哦，所以姐姐那时候只会日文。不，那时候台湾我也要讲啦，不讲台湾未使食饭啦。哦，哇，哇，他3岁就去日本了。他出生在台湾，但3岁去日本。小时候在家里讲台语，上中华学校学普通话，然后去美国学校学英文，再上大学学西班牙语。我想要知道姐姐她什么点出道的？我的芭蕾的朋友，他跟我说，哎，我们去那个参加小孩子的剧团，去妈妈里，去了之后，老师看我会讲英语，还有几个语言的话，说，哎。你真有意思啊，你可以参加，我没有考试，我就进去了。哦，但是我爸爸不高兴，结果怎么样了？我妈妈，我妈妈是现代性，她喜欢挑战的女性。哦，她年轻的时候说，啊，妈妈，我起码可以，耳朵啊，然后就轻轻的，打个招呼，出去赶快换衣服，起码。哦，妈妈就很叛逆，小反骨啊，心女性，而且很开放，所以她说这个女儿啊，让她试试看吧，对，不一定会继续嘛，但是要让她做一下，尝一下，尝一下之后呢，就一试成主顾，没有想到今天，对，因为在我们看到的时候，你歌手的造型，歌手哇。然后他的那个歌手中间的那一套衣服，光芒万丈。对，那套衣服是他上红白的时候穿的衣服。你知道，他这衣服后来影响到我们做造型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算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因为我不晓得那个倩玉姐还记得，那时候红白一出来的时候，那衣服就是展开，然后像那个像一只鸟一样，头上一个白色的羽毛，那个是透视的。有透明，对对，它比较，那里面是没有穿吗？有穿了，穿白的，但是还是看得到曲线，对。然后就是好像有两根的东西这样撑着，然后就摆动。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自己把那个我的那个
一个大的床单，中间剪一个洞，我就把它套上去，然后呢用毛巾弄绑成一个髻，上面插羽毛，然后拿两根爸爸打我的藤条，然后把它撑起来，然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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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好像是翁倩玉，然后呢后来我就做造型了。大的启发，对你来说，当然那个画面，那套画面太震撼了，而且有个非常震撼的事迹，是他在29岁的日文专辑销量200万张，而且获得日本唱片大赏，然后就同年就登上了日本的红白大赏。很好奇那时候那么红，有忙到什么样的程度？忙到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哇，那时候全日本都有他，像北海道。大阪了，还有什么九州了？那每一个那个 station，那这个电台，电台都有他的音乐节目，所以我就从早不晓得，有的时候是起来我不晓得在哪里因为这边都要走到那个Okinawa 都去好透透就对了。那时候非常非常。老师，那我看到你拿来珍藏的这张唱片，这个呢是我，这是我的宝，这是我的宝贝。这一张呢，就是刚才卖到不知道多少万张的这个台湾版的《珊瑚恋》。哇哦！再会17岁，然后翁倩玉是不是东方的澳大利亚本？然后请看她的头发、她的髻、她的刘海，大家来注意看一下上面的这个衣服的这个细节，领边的细节，短短的小可爱。我告诉你，这些衣服呢，在今年的2024年的 Dolce & Gabbana 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一件。哇，是不是很像？对，只不过是同样是黑色的，但它的细节都一样的哦。所以这件衣服还在吗？哇，这个已经可能不在了，不在了，好可惜哦。多久前呢？50年左右了。然后呢，他的口音很可爱，就是他的那个母语呢，因为毕竟都是长久在日本，所以他的每一张唱片从来没有标准过，但是呢，非常的可爱，他识别度很高，识别度很高。然后他唱歌呢又有甜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到了这个台湾的出的这一张，这张呢叫《爱的旋风》，然后这个呢是搭配台视的那时候的电视剧，然后它也是唯一演出的一个8点档，叫《爱的旋风》，她当女主角。现在这个《爱的旋风》这一套这衣服，然后她当时的发型、戴的耳环跟她的眉毛的画法，都影响到我妈妈那一代的画法。所有的委托行都以进翁倩玉的东西为主，所以她在时尚上面是指标的。然后再来，她爸爸虽然呢反对她在演艺圈，但她爸爸帮她写了好多的歌，比如说《祈祷》，都是她爸爸写的。《珊瑚恋》也是，《珊瑚恋》也。是，对，然后爸爸很强哎，对他爸爸很强，爸爸是音乐人，做电视台的人电视广播是台湾的第一个做电视广播的人，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收藏品，目前呢我也不打算卖，也不要跟我拿，然后翁倩玉小姐，请帮我签名，但是 OK， 但是我不会给你的。给你的，不想自己收起来。谢谢你，真的。对，到很多歌手都跟他要他的东西回去。是，这很珍贵耶。对，这很。他有一个更了不起的画家。没错，第一个人获得这个文化部日本文化部的文化赏。哇，他的版画就是。我就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那么闲，有那么多事情，而且是在他当红的时候，25岁。那时候你那么忙，对，怎么会突然想要画画？好奇，就是喜欢。我人生是挑战，然后朋友带我去看那个我的老师的版画展览，是黑白的，看到那朵花是黑白，因为你平常说黑白的版画就会想它是比较传统的严肃，或者是严肃，但是它是很 modern 的，很 modern， 所以我说哎呀，我怎么会这个花怎么会有那个力量？然后那个花的红，我就好像是看到了它明明是黑白，它是黑白，可是你觉得有红色，所以你就能知道这幅画的力量，画家的力量。我就马上进去跟老师说，我想要开始，版画，你可以接我做你的徒弟吗？说，翁倩玉是不是？是的。不可能吧？为什么？因为我
太忙了，太忙了，对，要演戏、唱歌，然后做主持人。不过呢，我就想要做了。嗯，人家说不可以，我就更想做了。嗯，回到家，哥哥在做什么东西？有一个木板在那边。嗯，木板，版画也是木板，这个也是木板。哥哥，我可以要这个吗？哥哥说 OK， 我会画，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画。嗯，我画了一个茶花，然后借哥哥的刀刻。哎呦，哇！要尽快啊，他一个礼拜这个展览会就没有了。哦，所以刻完之后没有办法印，怎么？所以我就用了拖鞋，哎，拖鞋去印，可爱哦。然后拿去了，老师根本没有看我的作品，哦，他是看那个木板。嗯，哦，看，哦，哦，哦。啊，星期六来吧。哦，中了。对，25岁。我们很荣幸今天现场。真的假的？有，但我要很小心。等一下，等一下，在后面。哦，我的小作品。哇，这个，这叫瓦基米子。瓦基米子，你底下中文念怎么说？它写涌水，涌水，涌出来的水。对，我去那个石川县，嗯，的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在中间有一个地方有这个水，一直出来，一直涌出来。所以呢，你看这个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水在？有，嗯，有，而且很细节，有。看这个植物，蕨类，哦，它还有用一些不同颜色的分支，而且它弄得好细，感觉是真的那个水，有没有？对，那个水是立体起来的，是很难刻哎，那么细。那所以呢，很多人认为版画是平面的，嗯，但是我说，哎，这是只是一个方法嘛，嗯，可以立体，也可以有那个反射，嗯，这上面有一点那个水在跑的地方，太阳就晒到那里，哦，有没有？嗯，那就是我的挑战，我就希望能挑战每一次。做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不要跟昨天一样的，嗯，要向前走，对，跟自己比较。但是这样画也画了快将近50年，怎么坚持的？对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要继续，不能太严格。哎，因为我开始25岁嘛，29岁遇到 Miserere 的那时候爱的迷恋。穿白衣服的，对，连睡都没有时间睡，4个小时，那我怎么能创作呢？嗯，对，没办法。嗯，但是我的热情在。嗯，我一看到好漂亮的房子，就想啊，我想要画那个，心里会跳。等于什么呢？有一天一定会开始的。哦，第4年我有了时间，是我会说这一段时间我要做吧，我可以做的。嗯，哦，你有可以选择了，选择了，你可以选择时间了。那我就从小作品开始，然后做大一点的，到后呢，有的我的老师说，你去挑战那个日展，日展是什么？日本的最高荣誉的日本美术展览会比赛。我说我会吓死了。他说你要挑战了，你不知道，你试试看，你真的 OK 的话呢，你就可以走进一步。这个成功可能将来会变成是。将来也变成很大的这个结果。哇，那老师好棒！可是最重要的是千韵姐，她不放弃她喜欢的东西，执着下去，我觉得才有这个动力。真的，要不然第一年这么忙，第二年这么忙，第三年要是我们这不要说第三年，第一年半应该就忘记了，对，就忘了。对啊，今年在台南艺术馆有办画展，对，我把所有的东西带过来了，从我第一次。画的那个茶花，刻的那个也带来了，哥哥的木头，对，哥哥的木头带来了，然后最新的也带来了，可以去台南看。台南，对，台南市美术馆第一馆，哦，漂亮的那个，对对，11月18号到12月17号，一个月，就还可以去看。哎，我们这样，我这样一听，这样听下来，从前面到听下来。他根本就是得奖高手哎，真的，我很优秀。你有什么不会的吗？而且他的话还在不会老，平等院美，也不会老，自己都得奖，就是演员什么的都，而且心态都年轻，心态，对对，心态很重要。重点是现场看到了很多的他的收藏品，
他超级有品味的，什么？超级真的。但是这些收藏品呢，都有每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好好的来听他讲讲。这个围巾也是我的好朋友成龙给我的，哇 ，Hermes 做的啊，他特别在。Hermes， 右下角有一个龙字，哦，对，发现了一个什么？在龙，它的龙上面是写，对啊，它英文，对，它定制的龙写满，对，它有写英文，上面有写英文，画在。热腾腾的空运过来的，您的这个衣橱哈，然后这安排顺序就由您来安排好了。先来开箱，先看什么？你想要看这个 Hermes 好不好？ Hermes 这个吗？好呀，好，底下也可以。这个手表跟这个皮包是一对的哦，一对的。但是呢，我是先买了这个手表哦，我先买了这个手表，后来看到这个哦，就喜欢了，因为配嘛。对嘛，颜色配嘛，对呀，我就没有办法要买了，真的。但是不同地点是不是？不同地点，颜色是不对，要买啊。对，中间搁了差不多十年的，十年，他们那时候还有这个颜色。那现在我们看它整组到现在几年了？30多年了，三十多还保存，那你保存的很好哎。对。皮包的皮跟我们脸的皮都是一样，怎么样？怎么说？要上都不会有保养品哦，而且对也给要给它最里面外面都有给它保养，自己保养吗？还是要拿去？对，用完了之后要换回我们的这个放回我们的那个柜子里面的时候，以后。你那里面要塞东西，因为它变形嘛，塞是新闻纸哦，报纸报纸呐，放里面，对，你不要把它涂掉，就放在让它在那边自己去吸哦哦，就像皮肤一样，对，然后就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收起来。真的上面都油油亮亮的，对啊，对，一点点包型一定要，重点是包型没有啦，没有了，没到了，买不到，这个现在没有买，没有啊，不出了。后面的 Kelly 这个吗 ？Kelly 这个 Kelly， 这是我的第一个 Kelly， 我的第一个 Kelly， 刚好我在拍古装戏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看不见眼睛的那个盲人盲剑客？对，盲人对那位。他跟他哥哥是很有名的，这个做古装戏的。那我跟他哥哥做了半年的那个连续剧，古装戏的。最后一天他送了我一个，哇！我以为是因为我上大学也是拿这种皮包子嘛，我以为呀，他又送了一个一样的东西给我，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不晓得2年3年过去了，要搬家的时候拿出来，大家说啊，你那个 Hermes， 我说啊，这是 Hermes 啊，25岁还不到，不懂。但是呢，从那天起我就好好的用它，用到怎么样呢？连破了啊！这个你看，你竟然可以用它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要上油保养哦。从这一次起我就开始。弄油，好有故事哦！你看，你看，哎，那亮亮的，真的好漂亮，而且好挺哦。对，这次没有晒东西进来，因为要拿很多皮包来。再下来，哦，你们有没有听过 Hermes 那个马尾巴折的？这是我马尾巴，马尾巴，马毛啊，就是马尾巴，马尾巴那个毛吗？那个毛折的，折起来做的皮包。哇哦！它是很特别，这个就不能用油了吧？哈，这个不能用油，就是这个地方，这里面也没有。对，现在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过。新了哈，里面这边要擦。还有背带耶！我买了两种耶，一个长的，一个短的。短的哦，一个是这样背，一个是这样背。哦，好有品味。那袋子一拿出来，哇，好重要哦，真的，好美哦，这个多久了？对啊，这个已经有40年了，哇，太新了，真的，一样哎，对，所以你要好好的保养，对啊，你摸一下，好香哦，
因为我们好亮、啊、我们通常看到好像没有这个，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马的，就是身体或者是它屁股大腿那个地方的毛是短毛啊，甚至是皮，对，或者是背这里的，对，但是它是用毛尾巴的毛尾巴这样子去压出来的哦，这个工艺折出来的，有、嗯、搞不好这个的一样，这个做这个工艺师搞不好都已经不在了，嗯，他的工艺可能已经没有人失传，没有人可以，对对对，可以取代，这个工艺太赞了。我拿去日本的 Hermes 的时候，我说他很高兴看到，对，他们以前有做过的皮包，今天还被保存得很好，谢谢谢谢。这个围巾也是我的好朋友成龙给我的，哇 ，Hermes 做的啊，他特别在Hermes， 可是有一个龙，底下有一个龙字，哦，对，特别出的吗？也 Jackie Chan 给我的，哦，好酷哦，好漂亮，好酷哦，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什么纪念吧。钩子好，钩子小老虎 ，Jackie 谢谢你啊，好。还有呢？还有一个小背心，小背心，小背心大家都喜欢嘛？对，小背心，这个可以直接穿，也里面穿一套，然后这样穿也可以。嗯，但是它的丝巾，对对对，丝巾的，都是骑马的，嗯 ，horseback riding 的。嗯哼，在那个发现了一个什么？在龙，它的龙上面是写 Jackie。嗯，对啊，他英文，对，他定制的龙写满，对，他有写英文，上面有写英文，画在一起。那个是以前的那个元素，我就让我想到姐姐。你看，因为她以前的造型也是一样，就会带一点俏皮可爱，嗯，所以你看以前的蝴蝶结，嗯，就是很美。像这个也是啊，你看她这个爱心，你想说这个不是美少女战士吗？没有，她50年前就有美少女战士哦。这个是我会骑马，这个拖鞋的时候用的，勾这边，然后这样子。哦，好酷哦！它是这样拖的，那穿鞋子的那个马靴，就要用这个。哦，对，这样要这样拉，很紧，对，非常紧，脚一直放进去，拉做到一半没有办法了，就要用这个拉。那鞋子不会坏掉吗？鞋子旁边的两个勾勾，对不对？对，两边有两个勾勾，它是做的非常牢的，硬挺，硬挺，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拉上来。现在还骑马吗？对，前几年骑的还可以，还可以。难怪身形这么好，对不对？而且你很挺的，又能文又能武又会画。对呀，你可不可以讲一样你不会的？就不会老啊。不会啦，不会啦。对，再来，他明年就可能说啊，我不会醉。真的，我来试试，可以陪你。要有人来教，要对来教育。OK， 教我怎么喝。OK， 这是那个小东西了，好可爱啊，我喜欢。这个是那个最近用的哦，小锁就是 Hermes。这些东西都没有嘞，现在没有这个，没有了，没有了，绝版。绝版了，现在都不出了。但是那个加那个手套，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这个是那个，火柴啊，火柴，对，火柴盒，火柴盒，小书本是不是？便条纸吗？是吗？便条纸，洗脸的油的，不是，油纸，便条纸啊，便条纸啊，哇，好酷啊 ，memo， 对。我看到这个就喜欢了，然后马上就买了。对，好可爱，好小，小小一个，现在没有，没有，也不出了。Sorry， 没有。哦，很厉害，好厉害哟，厉害哦，而且都爱，收藏得很好。好，其他的是围巾啊，很多人送女朋友或许是妈妈围巾，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对，那我今天的衣服比较滑一点，还是示范它。可以吗？也可以啊，它比较素，对，没有错。哦，哎呦，哦，这样子对折，在讲话的过程中，它就折好了，好厉害哦！这动作很快，紧一点没关系，它会碰哦。哦，哎，两个颜色，哎，对，还有啊，就是你们折中间一点哦。
然后上来，然后这样过来。工作，我已经看不清楚了。对对对，这样过来，然后把它拉开，紧拉紧一点，这样过来，然后一、二、三出来，像打领带，打领带一样的，嗯、然后把它弄开。勾嘴像领带，勾嘴勾嘴，层次感哦，勾嘴，花样就不一样了。嗯，外面外一个外套，这样子哦，它就不会走来走去。明白，懂哦。一再横的也可以。天玉姐连穿搭都会了，好强哦！真的有什么不会的吗？真的，对，好强哦。不会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好，譬如说去那个旅馆啊吃饭。然后穿短袖或是没袖子，还是像你这样子的，会冷吗？嗯，你带一个这个就会帮助你。先把哦，两个要不要过来？两个对角。小心哦。哦，偷进走进去。哦，像背心这样吗？对。哇哇，穿起来。刚好它的袖口也有一个边。哦，好厉害哦！天哪！哇，天哪！哇，好可爱的，对啊，蛮可爱的。不知道丝巾怎么用啊？这应该没有人知道可以这样用。对啊，妹妹啊，给我来五条，妹妹。真的好强哦，好强哦，而且很有型哦，你就不会觉得只有一种用法。对，因为通常都是这样披着啊，然后顶多在这边打一个，对，像披肩这样。哦，这个很好用，好强哦，暖暖的，有肩膀就不一样了。很聪明啊你，真的好聪明哦。超厉害的！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啊，你休息一下，我们欣赏一下。好，那个大家的，就是比较那种年纪轻的，然后他们的收藏的东西。好，你们嘛是勾追勾追，来来来，欣一欣。这个很有趣，这个是我大概40年前吧，在好像去中国还是香港哪里的一个很郊区的地方，看到一个老先生，他卖了一个折纸的这种东西。对，小时候在玩的，这整个布呢，全部都是 Valentino 布，我花了大概8万块。哇！好，压力很大，对不对？压力来了，压力来了。我先讲这个好。哦，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孙华老师，我跟我妈妈在，还有他的朋友们在文华，那是不是 Moschino 的 ？Yes， 我差一点要买啊，我差一点要买的，啊，结果我说太年轻了，没有嘛。其实。应该买，没有买，哎，很可爱，而且它还蛮能装的。你还记得多少钱吗？我不记得，孙华老师，你记不记得？我怎么记得3万多？要问经纪公司，好几万。对哦，然后这个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觉得会不会是浪？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鸟笼，鸟笼，但是皮包吗？是一个皮包，哎，对，没错，是个皮包。怎么装东西？怎么打开？哎，对哦。我有用过了，应该是这样打开的。哦，哎，不然的话拿不出来。天哪！而且好快，感觉那东西是他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是跟翁倩玉借的，对，借的包包就对了。我跟你今天的衣服很搭。很搭。哦，真的吗？就这样拿着。哦，这很这真的。还是你下次出去，你里面袋子不要放，真的放一只。我也觉得它可以放一只真鸟。放一只真鸟，真的也可以。因为很可怜，因为它可能会把随时忘了。哦，有可能，有可能。我看这个没有做几个。哦，真的吗？应该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对，因为没有什么人会买。真的什么？应该很贵吧？上面镶好多。当然，这不便宜。哎，这个别人可以帮我把这个。这个很夸我这个箱子大概其实是我爸妈买的，哇，很重哎，有个30公斤，你里面有放东西？25一定有。重点是这是空的吗？这个我们看可以打开来。爸妈，对，他们那时候买的，但是这个就是很有趣。你要清醒哦，要有一些会。没关系，没关系，它连钱丢到水里面，那个水都不会进去，对，弄得那么死。对，铁达尼号。相信。然后，但是这些铁达尼号就是他们的电影，我不相信啊。对，所以我们要来实测。其实它也是他自己就，哎，里面的那个要暖。对对对对。哦，原来我的帽子在这里。对啊，真的。
重，好，不要看，这有点三八。好，我一看，原来在这里的。但是这只能放几件衣服，然后它本身就很重。他们没有轮子吧？没有，有那个两种没有，这种没有，这是复古。这个现在大家都把它当成装饰，对的，对，装饰桌子，没有人要带出去，对。那个化妆箱也叠上来，对对对。哦，对，也是。化妆箱其实也蛮沉的，我有，那个我也有，好重哦。我的这个里面，我其实是放饰品啦。哦。但是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老东西，所以我家里也是就大中小也是一叠。嗯。但是也是都是很久。那这个是它的，其实就是我会放一些我每次买的那些老件啊。哦。然后饰品啊，我就会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半夜无聊的时候就起来摸一摸。但这个还蛮实用，可以装一些什么化妆的简单东西。然后我现在是把它放一些。我喜欢的饰品盒，把它当饰品盒。然后我的呢，我今天带来了这六条的。哇哦！然后他们平古董的嘛。对。因为我的设计老件。对对。我因为我喜欢，就是青云姐姐，我很喜欢那些老东西，就是因为以前的就是设计跟金属不一样，不一样。你现在买得到的。完全你会觉得哈，怎么质感差这么多？所以你看我今天身上这一条是我上个月去香港，然后连卡佛其实它有几个柜都在收老件，对。然后这条是我新买的，嗯。然后这是一个法国品牌，好美哦，对，超美的，对。然后还有这个耳环，这个耳环也是。这个耳环看起来。很现代型的，对，但它其实是老，它是一只，对，它其实是老件。姐姐，你看一下，就很美。以前的金属那个宝石，然后那个设计，对，就会觉得你其实很简单戴的。然后我刚戴这个，佩仪姐说哇，好好看哦。我说这个也是，对，这是也是一个美国的老件，这大概四五十年了，嗯，对，这个也是很美。你看它的色彩很好，很好，非常好，对不对？对，很细很细。对，所以我非常喜欢收这些。然后像以前的那元素，我就觉得，我就让我想到姐姐。你看，因为她以前的造型也是一样，就会带一点俏皮可爱。嗯，所以你看以前的蝴蝶结，就是很美。嗯，对。然后以前的项链反而它比较像秋可这样，对，长一点，所以戴起来我会觉得说特别优雅。嗯，对。所以你看，非常好。对。然后像这个也是啊，你看它这个爱心，你想说这个不是美少女战士吗？没有，它五十年前就有美少女战士哦，对啊，五十年了，对啊。然后你看这个也是，有一点可能宝石绿的这种装饰，还有这个也是，这是用珍珠，然后戴起来也是差不多在脖子的上方，对对，所以其实你有时候戴一件白色的 T 恤，就是休闲的也是很好。然后这条也是，这条是它里面有个浅浅的蓝色宝石，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些就会觉得啊，眼睛发亮，就看这些非常棒。对，好，我们要努力工作，真的，对，对，有动力去赚钱，对，那老师，你的动力呢？孙华老师，我的动力哦，我的动力当然是就是在做艺人的专辑唱片造型的时候，是我很多的动力。然后我刚刚说我在做这所有的专辑唱片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影响我很久的一个 idea， 然后让我去发挥。我现在介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啦，就是我的明星朋友。那虽然他已经前阵离开了我们，因为一般我们在做唱片造型的时候，有些都是这些做完的衣服是会被唱片公司收走的，或者艺人收走的，所以我手边没有。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做这些艺人的唱片，是希望成全这张唱片的预算有限，所以像我这种人，就是我就会想办法花自己的钱，把自己的酬劳投进去，然后呢，希望成就更好的一些的专辑跟效果。那所以我现在要介绍就是好朋友李玟的身上的这一件衣服，大家看到现在这一套衣服啊，就这边有照片。那看到这个是全部是用亮片，然后呢上面做成一个胸型，有没有看到一个胸型？马甲。对，然后除了胸型以外，它上面还有那个我用施华洛世奇的那个钻做了一个那个像奶头的，然后缝这个亮片呢都是我们的
当时呢他们在缝那个崔太金的银管装的那个台湾的国宝玫瑰啊，他们帮我老塞老塞对老塞帮我缝的，所以你看他的工非常的细，这个亮片的纹路包括它的层次，然后呢这里我不只有这个胸部啊，这里我这里连肚脐眼都有帮他做到立体的，对，是立体的。那这个当时这个十五年的这个前面的灵感其实是怎么影响到我会有这一件，因为十五年当时跟大家就在出来这一个时候，大家应该有吓一跳，李玟在穿唱片封面是吧，但是呢在更早三十年前的时候，其实蓝心湄就已经有用我用我启发，对，你的有一张唱片是不是有一个塑胶片，有胸部的，那是一个玻璃纤维的嘛，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嘛，对，然后是Tiffany 蓝的颜色嘛，对，他当时对，然后穿 Jordan 的鞋子，对，跟姐姐报告一下，我那个是一个从模特儿有没有，就是橱窗的人，有一天我跟我的那个造型的企划，我们去中兴百货看打歌服，然后就看到那个橱窗刚好在换衣服，那橱窗不是有那个假人台嘛，那个模特儿就裸体嘛，我就说我想要这个身体去切割，切这样一片，是你想的，把它切下来，然后去烤漆，涂料喷漆，喷成那种比较科技未来，Tiffany蓝，Tiffany蓝，但是它比较科技未来的感觉，然后就后来就变成了那一张的 cover， 就是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的一个 cover， 太有效果了，我的老板他非常喜欢，第一场我还记得是一个。在中正纪念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晚会，小燕姐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小燕姐主持，对，然后男生我忘了是谁，但是也是一个大咖大明星，好像是电影明星主持哦，我就穿那样出去，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有一个大衣穿的，然后呢我的不是一个那个玻璃纤维是这样吗，这一片嘛，然后也有奶头，也有肚脐，因为那个是就是那个人形，然后去喷漆，但我下面是一个透明的网纱，纱很透明这样，然后我的第一首歌就是身材很好，哎谢谢，然后我就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走出去，我要变成慢动作这样走出去，然后因为我的老师编舞的是云门舞集的老师编舞，所以我很多的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走到最前面的那个 T 点的时候 ，K 点的时候，对，我看到下面佛光山的大师，然后这样一排全部。他是佛光山晚会。没关系，设计是空气是色。对对对对，我就看他们的念珠转不停。冷静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你那件更难穿，因为它是就腰挡到这里，它没办法弯折，所以它动作只能这样。对对对。对，那十五年后呢，就是再进化了，就做了这个亮片的衣服。好，然后这当时这张唱片后来还在入围当年的金曲奖的最佳装帧奖，有入围啦。对，然后。然后这里面呢，有那个他写给我的一段签名，然后他说，对，他说，对，就说，这都是你的动力耶，老师。对，他说很棒。然后呢，最后一句让我感到，他说，遇到我是，然后说我是地球上最好的一个人。但我这句话才想要当好人，对不对？要给李玟，所以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这个底就是利用这个。原来这个 Martin Margiela 的底，从这里上面再缝了亮片，才会有这样的效果。然后在这里面，里面呢还有，这个当时这个他戴的这个耳环，这个耳环呢现在就是浪凡的这个耳环，然后呢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对，然后我自己，对呀，然后我自己就保存着这个就很好的一个美好的创作。然后呢在最后的这个后面这个头上的这个饰品呢，这个很有趣，这个是我大概40年前吧，在好像去中国还是香港哪里的一个很郊区的地方，看到一个老先生他卖了一个折纸的这种东西，对，小时候在玩的，他是圈起来的，会玩那个搬来，对，他是这样搬来搬去，对，他是可以这样子圈起来搬来搬去的这个，那我就觉得它很漂亮，
然后呢我就买下来一直都没有用，就刚好在这张专辑叫做东西，就东方跟西方，我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我就还上面还贴了钻，只要用到钻我都一定要用施华洛世奇的钻，不管是你有拍到还是没有拍到，所以刚看到这边的钻跟这里所有的这些小钻，这些头上这些钻即便看不到我都用施华洛世奇的钻，坚持就是慢慢去缝上来，对，所以这个是15年，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前卫，因为在当时虽然是15年，其实他是不太敢穿的去表演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对，即便是李玟，当时我们在穿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让他去上电视，就只有否拍照。那这就是对我来讲是很珍贵，我用保存的。然后呢，后来再跟李玟，我刚刚当然合作过很多张的唱片，然后一直到最近的3年前呢，应该来讲是最后一次跟他合作的缘分，也就是他在发最后的一张所谓的实体唱片啊，实体专辑，因为之后都是数位，对对，所以这是最后一张我帮他做3年前的这个作品。然后这个可以，那时候呢，他也是在台湾，他也不知道说我要帮他准备什么东西啊。这个上面是摄影师准备的一个塑胶片，我们就在现场折一折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封面。然后呢？因为是它是新歌加精选，所以它的预算不是不会到很多，但是呢我为了要成全这个画面，后面这个布，我这布呢那时候是在台湾的迪化街的，它专门进口Valentino 的布，所以我要的那个红，所以这整个布呢全部都是 Valentino 布，我花了大概8万块，哇，对的，去买的这个布只为了成全这个背景，然后对，然后这一套衣服呢，就是现在上面看到这一套衣服，然后给大家下半身红色，对，这套衣服也是没有在预算内的，也是我自己好酷啊！这个我在节目上有带来过啊。好，先看这套衣服，其实这上面是一个有垫肩的 T 恤，但它这不是我做的啊，就只有那套是我做，这个是全部是买现成，但这个呢，因为它是有脏话。所以呢，所以在拍的时候，我上面用，对，我在用那个胶布把它贴起来啊。然后呢，这时候我就把它绑起来，一个腰身。里面这件衬衫是我自己的，但我给他穿的这件也是我，但我不记得是不是同一件了，好像被拿走了。所以我利用这样子做搭配，然后呢，在这边再配上一个手套，金色手套。下面的下半身我就是帮他配的这个连身的这个靴子，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啊，你从来比较少看过，几乎没看过他会穿这样的打扮。那这是算是我最后跟他合作的作品。好，最后呢，我们再告诉大家一遍，几月几号要去台南呢？对，要去，11月18号到12月17号，在台南市美术馆一馆办我的版画展览会，叫做《无限二：倩玉的版画世界》。哇，耶，我非常期待，谢谢倩玉姐，谢谢大学老师，谢谢各位的故事，谢谢。